象，所以有些时候感情有些时候很难搞，就会老是说这个不要那个不要，这个不好，比方说那个不好，比方说比方说哎 baby 啊，你等一下想吃什么东西啊？随便啊，都可以。好啊，那我们去吃牛排好不好？我不吃牛肉。不吃牛肉，那这样好了，我们去吃火锅。很热。那我们去吃烧烤好不好？猪脚胖死我是不是？那你说我们要吃什么呢？随便啊，都可以。看见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就是这样啊。我说他到底要吃什么呢？是是啊，你说我这会不会崩溃呢？不要动怒，好不好？不要动怒，沉着稳定，这小事情嘛。你今天来找我就对了嘛，我当然有我的应对之策。他不知道出什么，两个人情绪出问题。对，常常看我的，好不好？美丽的小女生，你想吃什么？随便啊，都可以。来。拿去吃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太棒了，这样我就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。这有解决了吗？解决了、啊。有解决吗？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刚刚用我毕生最好的那个康生水，就是那个专注力。我就不相信。阿吉，那你等下想吃什么？牛排、火锅、烧烤啊。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么样顺遂。